今天光哥他有特别讲到，就是我们是灯台不是烛台的概念，然后这里面非常的激励我，因为我以前也一直觉得说我们服事就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，然后常常有时候服事完会觉得很累，然后会觉得有很深的无力感。那这里面其实今天再一次的被眺望的是神，不是要我们被 burn out， 也不是要我们烧尽自己，更不是要我们成为蜡烛烧尽之后被取而代之，而是我们神要我们成为那个灯台，是跟圣灵支取力量。那我觉得今天这一点就是大大的翻转我，而且有一种很被神爱的感觉，就是我不是要生来被取代的，而是要生来被神爱、被神使用，来祝福众人。